you， 拜拜。茉莉真的非常 fancy， 她有一个枕头。茉莉姐姐就是这种热爱生活、会过生活的人，跟着茉莉姐姐，你们就会过上人的生活。我也有颈枕的，我颈枕靠腰，你知道老年人就腰不太好。涛哥每次从什么地方出现的时候，脖子上都是那个颈枕，手里都是那个破绿箱子，背着一个破的橙色包，这三样东西已经变成他出门必备。我那个橙色背包是2012年买的，七岁了。你的背包，我的颈枕，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拉。我的颈枕可能是2014年买的，五岁。我的你的颈枕，你的颈枕到现在还没拉。我颈枕其实烂过一回，被缝好了。你是活雷锋啊你，北美活雷锋。我的绿色箱子其实没有很久，因为我从2008年开始就买同一款绿色箱子，我已经换了好几个了。所以哦，曹波昨天在 H&M 买了3条长得一模一样的9.99的牛仔裤，我都惊呆了。就算觉得这个裤子好穿，一般人也说会买个不一样颜色的吧，没有，3条一模一样的裤子，你都不知道想干嘛。这是一片晒盐的盐田，应该都是海盐。说到海盐呢，就想起来忘记从超级市家顺一瓶盐了。1 hour later， 这是我们出发之后花的第一笔钱。看一下这里在跑的数字，每一分钱就是我心上的一滴血。这油费可能会是我们路上最大的花费，因为这辆车真的很耗油，但是不用这么大的车又不行。看一下我们行李有多满，整个后备箱都堆成什么样子了，这边后座半边也是满的，还有妮妮也要趴在这儿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想买这边3.99的杯子，因为我们很穷啊，我们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调味啊。买了3.99，应该起个名字呢。我们比较容易就是倾注爱心在上面，所以我们就比较叫什么杨博，不知道叫小乔吧。就买这些就好了。蓝里面 Basil 加比其他所有加起来都贵，愧疚吗？为什么好愧疚的？他是小乔啊，小乔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一份子了，你不要对他指手画脚，我告诉你。总共花费8.43。Later。妮妮莫舔脚，妮妮不要舔她的脚，会中毒的，会得黑肿病。对，好吃吗妮妮？茉莉刚才拉着手刹开了2.5个小时，还怨我这个车开不起速度来，半箱油没了。我说怎么来，怎么就半箱？他说因为你拉着手刹。我说我怎么拉？那拉着手刹他为什么也不响声呀？我上一个车就没有那种，就是手刹是按钮的那种，根本就不用摁。天哪里，因为现在没有网放不出来歌，然后茉莉手机上所有的本地音乐只有一首甜蜜蜜，没有甜蜜蜜，是你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甜蜜。我们刚刚到了 Big Sur State Park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宿营地，但是已经满了，然后我们拿到了一个附近宿营地的 list， 现在要打电话问一下谁有空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里的 lodge 是有房间的，但是$349一晚上，是我们一个月 budget 的一半，太可怕了。哇、wow. 20 minutes later， 不是好 fancy。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剪片子，电脑的充电问题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去 Carmel。 Carmel 是一个很漂亮的小镇，希望能有便宜一点的住宿吧。 20 minutes later， 都好贵哦，第一天出发777刀就要花掉200刀，今天晚上想办法挣钱了。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想花挣钱，这句话听起来好不对啊。你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3张账单，50.385，加油，8.43，147.71住宿，所以777块的 budget， 我们第一天花了多少呢？206.49。就你为什么要设这 budget 呢？我觉得就是如果不给自己一点挑战的话，这样一个公路旅行很没有味道，就真的很没意思了，对我来说至少。OK， cool。这对他来说没意思，他找我来就是希望这一切有意思。可如果把我弄不高兴的话，我也觉得没意思。所以我现在不知道他对我的心情到底是怎样。茉莉花针，那就让我闭嘴就是了。好，我从现在开始闭嘴，你自己拍吧。我真的很为我接下来一个月担心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吵架的时候我该干嘛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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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公路旅行，你要一直这么瞎走的话，要不然就没意思，也可以啊。放搬东西。搬搬搬搬搬搬。
这房间还不错，其实已经把赵女士捐赠的这个套装拆开了，现在要去煮面吃。茉莉现在正在厕所里面剥洋葱。Oh baby， 不哭不哭，你是最勇敢的宝贝。洋葱就噎回去。幸好有茉莉能让我们过上人的生活，不然我其实也是一个很随意的人，就可以和草草一起过原始的生活，但这样不好，我还是愿意有蔬菜有点面什么的。等到茉莉走了看你怎么办。我肯定和你变成一样的，变野人，变成黑卓族。精致精致，有拌洋葱和辛拉面。哎呀，来你来做来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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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5.9一个的洋葱。4.9很难，我之前没有吃过生的。生洋葱对身体真的很好。吃生洋葱就挺好吃的嘞。吃的太干净了吧，茉莉真的太精致了，她自己买了便携的这个烧水壶，现在给我们煮茉莉花茶，玫瑰荷叶茶。我已经变成这样子了。